而且很大翻滚，而且有啊，不是嘛？他刚刚可能碰到雪，一时觉得太冷。那要拍一拍吗？欸、要。他后面好像有一撮雪。啊，他可能是觉得太冷了。好，现在可以了。原来撞到雪他就停了，好吧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停不下来啊，而且最后是一个这样子的姿势，人脚快开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真的说。哦，你的雪板分开了。我雪板是这样，两只披在上面，是我不是呈现一个大字形吗？在横超三十八上吗？我是不懂啊，我是不懂你为什么吓死。好，我有回头。要帮我捡出来，要帮我捡出来。不知道是，那可能小的跟蚂蚁一样。真的吗？因为它勾破的话，那可能超小。我肉眼看到是看得很清楚。我也觉得幸好没有拖板，不然还要回去捡，那么陡。但是我现在雪镜里面全部都是水。里面吗？嗯，一点一点的。怎么这次跌得那么惨啊？有看到我在滚吗？就停下来擦一下雪镜好了。多了。这个怎么头埋进去啊？怎么已经不知道上下？一头撞进雪里，那不就变那个雪狐了吗？钻哦，跳跳钻。我冲很快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看起来突然变快，不像是你下的速度。真的不想刹不了车。你左脚跟右脚分道扬镳了。好又开始打滚。我是下到后来有点累，因为我都是那个弯腰的滑法，所以可能一直在滑大腿力气。好吧，现在哇，现在长了。哦，后面都是雪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是在拍那个啊，不过那个就是步上沾到的啦。现在是在教什么？偷看人家上课。他的有个学生进去了，动身不得，动弹不得，要把雪板捡出来。你看我口袋里到底还有没有纸？这有一小条很那个，从哪里可以滑这条线啊？非正规雪道吗？那算了，我拿中午的餐巾纸擦好了。我可以给你一点啊，我有中午的，我就是有三五郎的。我也是拿到三五郎的，昨天拿了没用，我觉得。没关系，我也不会把它拿来擦干净的地方。这如果怕我的水镜从钩子上掉了，我就死定了。现在是还勾着，抓好就行。我现在不知道它是湿里面还是湿外面，因为我从自己看是整个都是小点点。里面先擦总是对的，然后外围的边缘也都先擦一圈，先把里面擦干了再去拍外围。看起来是擦干了。好，很好。然后这袋子上的东西，我脸上有吗？不知道。好像好了吧，那种摸也觉得是干的。好了，好，擦完耶。正上方外面拍一拍，左侧上面拍一拍。
左侧上面外圈，有了有了，拍掉了。看来这个雾就是这样，上到某个高度就是雾。今天的雾啊，连那个我们昨天看说那个中央站的上面的绿色屋顶，老师都看得到，现在完全没有一次看得到。哦，而且还雾。它的雾的高度还蛮低的。我的鼻子在里面吗？一半露出来，但是应该还好。这样。嗯。我都看着。二分之一。口罩这里有一条冰，好像鼻涕哦，很好笑。它有在录吗？有啊，所以刚刚它是碰到一块雪，瞬间我认识了，然后就挂了。对啊，它的热被吸光了，完蛋。好了，黑鸡搭上去。啊，我要走了。对啊，恒昌不再玩一次。恒昌自闭再一次，不用了。我下得不好。你想要下得好。嗯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都打滚了。不要了，可能体力的问题也不一定。走走走也是花体力啊。欸，所以要去回击喽？对，这是二期吗？我要照一下偷偷喽，我要照一下偷偷喽。偷偷是这一只？对，在旁边那一只，二期的旁边二八那一只。不是，欸，这个是交叉路吗？是在二八那一只呢。哦。那从百万人开始滑好了，现在好像百万人容易看一点，啊，百万人应该也不错滑。所以要二八坐上去。对对对对对。但是我那我进去，你要等我一下，不要急着去坐缆车，我要拍照。酸哦，就知道是这种走路造成的，好酸，超酸的。好像有蓝天欸，有一块呢。好厉害。我把它撞过去一点，起得太高，乖乖乖乖，嗯，暖吗？暖，这里也是，这里也是，之前没那么高吧，现在都吐得到，嗯，很高呢，看得到，黑鸡哦，看得到。第二 lift 我没有坐过那个，不就是那个下车吧？我们坐的不是那个下车，没那么低吧？没那么低。
那就是左边没开的那一种。一直盯着他看，因为他百万人，那不应该那么低吧？哦，那就是刚刚黑鸡的左边，餐厅的左边那个，我们坐的是右边的那个。对啊，没有看到任何在动。哎、欸，现在超清楚哎、欸。对啊，而且太阳出来了。超清晰，百万人啊，在往黑溪的半路上过来那边。今天都没有人哎、欸，拍一张。那个那里还有双雪，有没有看到？哪里？还有双雪，再去滑那边。切去黑溪。你不要这，不要再往我前面挥哦。切去黑溪的路上，我要左边有圆圆的，圆圆的。不要来我旁边挥。左边有好几个圆圆的。啊？哦。已经路过了。往黑鸡的路上，半途又切回来。往黑鸡缆车上切回来的地方。好，尾森林。哎，都是雪。刚说要卡住，要脱鞋子也脱不掉，两只脚这样子，还好后来。想办法把两只脚放在同一边，不然不知道怎么起来。嗯，起不来。嗯。摔了，摔了。对他们来说，这雪很多很卡，他们好滑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他也是要来蹭一蹭。这也是摸。弯腰摸，弯得好弯哦。引擎呢？从上面看的话看不到立可站，下面往上看才看得到。我跟你说，二号，嗯，第二例。记得那两只剑放在口袋，不要被摘去。我刚刚就有想到这个问题。带回去就放，哈。不是就放，我们那天是在月台买的，我到底把它放在哪里？是在我的外套里吧？不知道啊。对啊。你说在柜台买还是月台？在柜台买。我有想到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就一个口袋都不需要确认。只有一个喇叭，我们远离那个喇叭，就他全要一直在我后脑袋一直擦，好近哦，越来越远。能见度终于提升到这个这一层面了，看得见，有上升一点。嗯。现在所以现在滑了就要去黑鸡，然后黑鸡就等待回家。对啊。左边有个十字路口的地方往左转。哪里呀、啊？有没有？我想模仿，我想模仿。那、啊、还是不要模仿。滑百万人滑到高大正街上面，你觉得情况怎么样？对啊，这样好像很快就过去了。你是滑到晕头转向的，现在都看得到了，应该还好。你确定？刚街已经滑了好久好久，晕头转向，都不知道我滑到哪里去，可怕。是两个教练带着班一大串这样，还是他们是？我好冷哦。完全看不到山顶，超远。啊，昨天算中奖。嗯。只有今天电就耗超少，刚吃午饭的时候还有才91%。对，有松松。怎样？现在是要自己横出去吗？叫不去。
很想往下，又不喜欢下。为什么？它是怎样？很高是不是？高吗？乱讲。这我就下翻过去就好了。翻过去中间有个高度。哇，你看都没有人往那边过哎。现在要再滑一次吗？你说二八？对啊，到鬼啊！靠边边有一些准备。我就是快摔倒啊！啊好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啊？为什么？摔倒人，差点摔倒人。造雪车那里，对不对？
怎样？全部人挡着门，一起挡着门啊！先去洗一次泡一泡，当然是
千三五郎那一段啊。是哦。对啊。哦，那就不要了。排后天好了。明天吃那个啊，我一直都说恒昌最底的那个。哦，你说不是成吉思汗，恒昌餐厅是不是？对啊，但是要是恒昌餐厅，你看，现在好像没什么好吃。先跟我讲他卖什么的。我不知道卖什么的，我只知道我有标而已。我有兴趣要标卖什么的。应该不会很有特色吧？不然明天吃tomato。tomato 我怕它就是没洗盘子，那又炸了，我不想吃。tomato 应该又有意大利面。不要啊，就是那我恒昌餐厅先查到资料就有看一下。还是去东城旁边的成吉思汗。我就成吉思汗就胖烧焦啊。转弯那个是不是？就右到右小腿好痛，就是这个姿势，对，很痛。中啊！你为什么在我后面？为什么不在你后面？我走右边，你不就要走左边？但是这个进来，你就是坐左边啊，所以坐左边吗？对啊，你都坐左边、啊。因为我坐左边啊。因为他会被车子追赶啊！可恶，原来是这件事。你说我可恶吗？你说我可恶吗？不就随便吗？没有啊，这个会被车子追赶，所以我都是坐右边，我只要站在旁边去，车子就跑了。你没有发现吧？那我想干嘛一定要，我都选右边了，你要挤我右边，而且好像从后面戳我的半边。你今天要走回去吗？走的。下面你要用走的吗？当然不要。对啊，我就觉得你走的我看起来才滑嘞。走起来超滑的，实在不行。对啊，我们是硬底的，一定很滑。然后你阿呆，你那摔了一定更痛。叫你穿起来也不穿起来。不是、啊、打横的也可以穿吧？当然是可以，但是我觉得那毕竟是车的路。他就真的没有车，我就在你前面，他要撞也先撞我，我都已经在那边等你了。这个啦，这个啦。往上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我想一下，其实你要说这边，对啊，很粉的。
没有，这个进来要一开始就要有个速度，而且几乎用直线的冲才行。好了好了，所以现在是要滑联络，然后联络去滑那一个的，就是回家的路，浅浅的，回家回家这样。那个滑到那个被拉上去后就大平了，又很累。啊、大平一定要走那一段，没办法。好累哦。因为就我们看呢、啊，腰很痛。那个黑线下来的速度，我觉得是冲不了多远，冲不到大平。你知道我说的意思？哪里有黑线？早上试的黑，不是早上，吃完午饭以后试的那个黑线嘛。嗯。哦，那一个那到缆车站就差不多了。那个平原区里面唯一最陡的就是右边那个黑线了。哦，对啊。哇！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赶着回家。嗯。所以我们可以坐去三五郎的，去三五郎的那一个缆车，然后走另外一条线下去，就是第一天的滑法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滑的，总是不用去，不用不用，有推的比较短，好，不要去推大屏，大屏就太平。好，你就是跟我讲一句，推少我就好。就是先往三五郎走，对不对？先往三五郎走，然后在三五郎上面的那个坡、嗯、往下滑，坐左边那个缆车、嗯、又变雾了。这里刚那些人一刮掉、啊、现在很像沙漠这种感觉的线，很平，很像沙哦，风吹起来的。太冷，很冷哦，我又好冷哦，坐着就好冷。到了到了，棒棒啊棒棒！好深哦，这样掉下去就怎么爬起来、啊？不知道深到哪里去。直立的棒棒。早上我们没看到，搞不好回去看一遍，早上它也还是差在哪。就是从昨天，上我们有坐这吗？有啊，我们不就在这里等他开吗？对，好。对啊。有时候我没想到，从那边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要走这边。往左一看，一个黑棒放在地上。Please stand up on the red line. 哼，打我屁股。
哎呦，好了，没有多少停啊，还可以，就直冲，那不是只能直冲下来吗？算了算了，不要就不要，就去啊，我要看看啊。那个黑棒棒的，不知道。这么缓的坡做 S 也不好，谁知道停下来了，就直冲了。好冷哦，不知道为什么好冷。哎，这个站的人很爱放音乐，刚刚也是，对不对？刚刚在放的是 BTS 啊。上网那么大，还是没有看到小动物。看到几只鸟了？鸟而已。早上我在那过联络道的时候，不知道是早上还是去上网的时候，一只鸟就在我旁边就停了，在我前面，好像被我吓到一样。我们去了哪里啊？我们延后一天去 USJ 的那一天，我们去了哪里啊？哇！哦，我们去了神户吗？好像是哦。东王国。好，没事做嘛，然后就说多一天，再去东王国看看，看水豚。是啊，是啊，应该是啊。好了，变这么雾，这段要补，明天再来补。见不了，真的。有的，往前推推，往因为左前方推推推。最近呢？你就上五郎的时候坐的那一台。对啊。那个叫什么？剑飞。这一块平原地带，就是去哪边都要推。好累。去右边也要推，去左边也要推。但是去大坪的，我觉得推太远了。就其实理论上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回去了，是吗？是啊。但是我们去三五郎那边的，就滑别的也可以滑得好。小前方，小前方。哎，你不要犯人呢！哎，我的屁，还被椅子勾着。我的脚很酸，就是这个动作酸的，我要慢慢走，我脚太痛了。大家都各自走往不一样的方向，大家都在走。
摩托。真的吗？这个会讲。他刚掀起来、欸，大掀起来、啊。那个大掀是先撞到我，嗯、然后我要闪，小腿闪开。啊、嗯哦，好累哦。好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再小推一点点下山坡。推我的小腿。下山坡。哇哇，好酸呐、啊！然后推5公尺就好了。哦、真的、哦，好吧。小推一点点，前面就是三五郎那个坡嘞。啊，三五郎那个坡，然后嘞？靠左滑有一个缆车可以坐。又要坐缆车？对啊，可以拉高，接着就可以接到一个那个。接到一个雪道，真的、哦，搞不好那也是大坪，但是不用走那一段。雪现在大不大？啊？雪现在大不大？咔咔咔咔，而且都是咔咔咔声音嘞，不懂是树上下来的还是上面掉下来的，下冰了、哦。就是一球一球的，我在看裤子啊。我觉得是这里温度太低了，是雨变成冰了。下雨吗？不知道啊。是下雪没？雪的话会更轻啊，冰雪是吧？冰雪。像我们之前啊，有在梅池那个预报说下雨，那、啊、山顶就是这样咔啦咔啦咔啦，就是只要躲到我的有在录吗？有啊，躲到半山以上就没事啊。至少梅池也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又来到这个，你就在怀疑它是什么？陡拉雪橇专用道。我觉得可以、啊。火炭炉要不要出去散步啊？他冬天就不散步嘛。他的肉脚，他的肉掌。他肉脚骂人？你在骂人吗？夜霸咖。他的肉脚会很冷。我喜欢偷摸他的手手。这个有一点像，像什么？圆圆的。哦，这一颗，不如说像冰淇淋一球。好细的树枝，每个都这样撑这么多，真是辛苦。感觉都在发芽了、欸。是吗？对啊。太早了吧，先有个牙。很冷哎、欸，好冷哦、喔。我觉得三五郎这一侧好像是一峰，它的前旁边常常都是雾。嗯。我还没看到三五郎旁边是哪个。就是那无洞的店了、喔。对啊，所以你说要来吃的话，算了算了，也不知道他自己说亲自明物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看我现在回家要路过，嗯，那回家路过也对，那就最后一天来吃了。哦，你这样说，嗯。
在哪里呀、啊？那边就是我们要坐的缆车站。再坐下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个我们那是坐中央缆车，中央缆车站在这个斜道正上面，正上方。我们滑下来之后有看到这个缆车，然后也知道左边有三五郎那个缆车，但是滑下来之后错过时机，所以只好去坐三五郎那个缆车。然后这个上去往右转，下去就会接回大屯，会碰到大屯的一个雪道，我忘了它叫什么，要不就是它是大屯，要不就是可以接去大屯。哼，这样就可以回家了。对啊，这车是很慢啊，两轮缆车都是这个速度、啊、好，那最后一天的午餐就是这个明雾。明雾11:45来吃。我们还需不需要坐缆车啊？你说，我是说你要推吃搞到，吃完这个后面还需不需要坐缆车？你说超过12:30？对。需要呢。啊？需要呢。哪里需要？就是现在我们坐的这个。还是说那里就用大屏硬是用滑的？你是说吃完就超过12:30了？怕啦，那就万一怕你还需要一段缆车就不行，进不去。哇、哦，真是个，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。他有没有那个？他有没有到处都可以买雪票？跟他买个2点。走，这个缆车几点？就跟他讲说我要买几点。笑死了。嗯，偷板了吗他？拿起一个板，好，下车右转，那个就是中央带动。你说那个洛夫位下来的绿色的那一个，就洛夫位下来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之前看到他老是对太阳晒到的那一个，有没有绿绿的？嗯，对啊。那下面是餐厅吗？还是另外一个缆车？还有一条接过来的路，33，我们是要走接过去的。33，我好像也没坐过哎、欸，它根本没开啊。有啊，在动啊。我们现在走哪里？我说右下车右转，就是这条路、啊。为什么？接回去啊，回家的、啊，还是你要滑一次这个，也可以啊。回家了，回家。哦，回家了啦，回家。右转，右转。右转滑就会滑到。为什么不是翻过山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是说为什么方向不大对？为什么在山后面啊？应该是这样问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。
我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哪里耶。然后这里下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啊，我第一天有路过的地方。我推个半死，经过一个湖，然后终于推出来的一个地方。那么累哦，又要下去推哦？没有啊，我们有路过，但是那时候都用推的，但是现在都是用滑的，不用推。